上世纪三十年代，各派军阀名义上归于南京政府，实则各自为政，频频混战，加之日寇犯境，导致国局动荡，烽烟四起，时下繁嚣，市井混乏，却为一方略显安宁，即唯由景瑞麟、景大帅为首的军阀占据。黑道势力顾朗森为其辅佐而雄霸一方的江东六省。杀人了！堂主！名字：结义三兄弟老三，出身市井，圆滑机智，但义薄云天，可以为兄弟赴汤蹈火。大哥，是他，就是他杀了堂主。各位大哥，这劈柴看纹理，说话讲道理，别动不动就舞刀弄枪的。您说您这么多枪对着我，万一走火了，我不成筛子了吗？我就拿这么，呦！你为什么要杀我们堂主？人心换人心，八两对半斤，我杀他干嘛呀？我跟他闹着玩呢，谁知道他真往上冲啊！这一来，这一往，我扑，捅上了，我就划那么一小口，就这样了。哎，我说，不用起来来，不动。来人，把这小子给我带到堂里去。别，误会，你别拧巴我疼，误会，别动我。让开。景少帅，都给我让开！结义三兄弟老二，毕业于燕京大学，热血青年。虽是军阀之子，但在读书时期就和共产党人接触，思想进步，同情苦难的老百姓，一心想要中国走上和平富强的道路。军爷，这人我要了。钱少爷。这人杀了我们白堂主，您要是把人带走，您这不是和我们五合堂叫板吗？少给我扯这没用的，今天这人我要定了，谁敢拦我，就是跟我们景家过不去。你听到没？放开呀！让开！顾兆礼，结义三兄弟老大，出身于生意人家，腰缠万贯，城府极深，想要继承家业，视兄弟情义如生命。大哥，景时珍，你来这儿干什么？大少爷，就是他杀了我们白堂主，就是他。这，人是你杀的？我跟他闹着玩呢。带走！谁敢动？围起来！顾兆礼，你这么问你说？带走！你给我站住！少爷，这是我们五合堂的地盘，出了任何事，我们五合堂说了算。景泰，把你们家少爷带回去。景大帅那边，我自会跟他解释。走！我别。
顾爷，这白首符无辜的被人家小喽啰残害，我看这件事情内有蹊跷啊。哦，有什么蹊跷啊？现在世道乱，边边角角的一些散碎帮派始终对我们五合堂的产业可以说是虎视眈眈呐、啊。更何况就是我们五合堂内部恐怕也不是太……你的意思是我们自己人干的？孔爷，你这话什么意思？咱们五合堂之所以称作五合，那是因为咱们顾老爷子旗下的产业一直是由您柳四爷、七爷还有刚刚死去的白爷在分管，我们能够分得有份那是堂里的赏赐。可我听您的意思，这倒像是我们这些小辈的不安分了。我不过是在就事分析，你哪来那么多废话？我哪敢呢？和则生财，战则伤气。正所谓五合堂就是和气生财的地方，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孔爷，你就不要再争执了。杀人的那个小喽啰是怎么处理的？哦，您没发话，我就让警察局长齐正平收押了，关着呢。齐正平正在堂外，他不用进来。你告诉他，让他今天晚上下个文件枪决了。这个人留不得。是。至于六街的赌场，鸦片、烟，刘四爷一直是尽心尽力，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了。是是是。曲元府一直没出什么岔子，但是你这个脾气啊，太刚烈，直来直往，缺点做生意的头脑。顾忠祥，夜总会的生意一直很稳定，本来嘛，银赌就是一家，以后赌场这一块儿你还要尽心尽力呀。是顾爷。大家有什么想法吗？刘四爷，你看呢？啊，挺好挺好，我没意见。切。嗯，你看呢？我一直都听您吩咐啊。那我现在宣布，赌场这一块暂时由孔承祥接管。是顾爷。白首符就这么死了？二少爷，杀他那小喽啰呢？二少爷，听说被警察局长齐正平给关了，堂会上老爷子让今晚上就把人枪决了。我大哥顾兆礼呢？就是大少爷抓的那喽啰。难不成我大哥就这么逃过一劫了？二少爷，您的意思是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啊，他不可能就这么逃过一劫啊。哎，七爷，七爷，什么事？我找你有点事。你找孔爷去。哎，这脾气，这暴脾气。四爷，哎，留步留步。刚才在堂上，感谢你赏脸支持啊。哎，应当的，应当的。如今我老孔如愿得偿，你放心，你的那份我是不会忘记的。嗨，孔爷。都是老朋友了，不用客气。少爷，你醒了？几点了？七点多了吧，差不多天刚黑。我怎么回来的？哦，我把你扶回来的。把老爷都吓坏了，快把我枪拿来，叫弟兄们集合。哎，少爷，你不会又是想去救那个小痞子吧？顾大少爷都跟老爷交代过了，让他看着你。哦，听说今天晚上那个小痞子就要被枪决了。今晚啊，枉我个名字叫了顾兆林那么多年大哥，是我自己没看清楚。哎，少爷。给我叫弟兄们！你快站住！爹，你想干什么啊？一时半会儿跟您说不明白，您先让我过去。慢着，来人，给我绑起来！哎，干嘛呀？撒手，松开我！撒手，想死吗你们？让你带兵打仗，进军营你都没这么大劲头。你跟那个杀人犯小喽啰什么关系？今天当着江东市这么多人的面，你跟他们对峙人前，你是我景瑞林的独生子，你是少帅，你今天这行径怎么在军营里自处？你已经快30岁了，就不能成熟一点？可不可以给我长长脸？你一直不是想让我进军营当少帅吗？我连兄弟都救不了，还进什么军营？总之今晚你哪儿都别想去，乖乖待在大帅府，压下去啊！哎，走，撒手！我宰了你啊！去，撒手！哎，爹，你们俩放开我！给我好好看住他！你们俩放开！是老爷。孩子，反了你们了！放开我！听见没有？少爷和老爷这么对着干，对少爷不利。少爷现在还没有这个实力来对抗老爷，我得去劝劝少爷。行，你们两个啊，你们给我等着啊，等着。你们两个给我当门口守着去。是。嗯。少爷，您要沉住气。沉住气，也不知道名字现在怎么样了。哎呀！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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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96，97，98，99，100，哇！几天没洗脚了你？你可臭死我了！罚你呀，罚我呀！哎呀，你这下手也太黑了！活该！谁让你赌输了不愿意给钱呢？打交道板你自己选的吧？抠死吧你！这不是我不给你，我给你，你这上哪儿花去呀你？哎呦！我跟你说啊，这是你最后一顿饭了，你这心怎么这么大呀你？哎，来喝！哎，别！爷，这我可不敢喝，这可是黄泉路上的舍命酒啊！这，哎呀，这是20年的老酒，人家专门给我送回来的，不喝你就后悔吧。不喝，不喝，不喝。哎，不是。哎，你就一点都不怕？怕？我怕什么呀？
小爷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五湖兄弟，小爷我什么时候怕过？得，这临行前的人我是见得多了哈，还真没见过您这样的。佩服，佩服。怎么着？不信呗？没有，没有。小爷，我今儿教你认个字儿啊。认不认的？这是个字儿，这不是叉吗？这啥叉啊？这念义，义气当心的义，懂吗？我就说你这人有毛病吧，这都临死了还拿个叉当义。你别告诉我你杀人是因为这个叉，因为这个疤。过来呀。管你屁事。行，你就好吃好喝吧啊。反正啊，你这是最后一顿了，吃完好上路吧。哎呦哎呦哎呦。好酒。你盯着我干嘛？我在想怎么帮助你长大。你那么傻还教我？我在想听老爷的，你这脑子怎么想的？少爷，您不要这样子和老爷对着干。只有先顺从了老爷，当好少帅，才能有实权，才能做更多的事情。松开了才能听我爹的话呀。听我劝，你连家门都出不了，你还能干嘛呀？说得有道理，去给我倒杯水去。回来。哦，怎么了，少爷？给松松，勒得疼。这不太好吧？怎么不太好？哪儿不太好啊？你过来。人都哪儿去了？不让你们跟我赌，非跟我赌，赢了钱倒别回头啊，还要赌，被迷住了吧？嗯，哎，长官在此，还不给长官敬个礼啊？
哎，说你呢，没事老跟我嘚瑟，还有你，还想要我的帽子，戴上有小爷好看吗？啊？来来来，闻一闻啊，闻一闻睡得香，来来来，都闻闻，你也闻闻。哎，你干嘛呢？不是，你怎么来了？我来救你啊！不是，怎么是你来救我的？不是，我还能是谁啊？你能把我救出去吗？什么味儿这是？哎呦，别鼻子捂上！这都死了？死什么呀？非要跟我赌，赌输了又不愿意花钱，喝了点酒又给他们加了点料，就迷过去了。现在别玩了，还有几个时辰就枪毙了。走。哎，你能把我救出去吗？你走你的吧，你别管我了。哎，走，你给我走吧。等，我的帽子。走，能出去吗？这能。哎，走啊。能行吗？外边没人。没人，哎，还真没人，哎，别动！哎呦呦呦，你敢越狱？不是我，你小子又是谁啊？不是，我也不知道啊。别走，你这有人越狱了！走。这边。哎，你这边。哎呦，别跑！哎。你看你，我说我不走，你非让我走，这下完了吗？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我是警世琛，真是警少，那咋办呢？什么怎么办？既不能伤了警少，也不能放走犯人。警少，您最好躲远点，枪子儿可不长眼睛，我们不能放走他们。呀哈，反了你们了！朝这儿打，你还有你，哎，打！别，打呀！时针，别，千万别这样啊！哎，各位大哥，别闹啊！别闹，我啊不走，人家少帅来看我来了，我好歹给人送送，是不是？我给人送走了，我就回去了。我回去该吃饭吃饭，我该等死等死。我不走，你们该忙忙你们的去。我这就回去了，我回去。你过来，你干嘛去啊？哎呀，别闹了！你这少帅，你什么身份呢？这么多人看着你呢，这样不好。你赶紧回去！我跟你说什么，你不能把我怎么样。听我的，我能把你带走。快回去吧！过。哎呦！哎，追！追！站住！别跑！站住！哎，这边！哎呀，这边！什么？这边？这边？说这边！这边的往前一点，往这边走。景深，哎，大哥！大哥！太墨迹了，我们几个时间不多了。哎，这手雷是你扔的，你就不怕把我们炸死啊？废话，没两把刷子怎么当大哥？这哪是两把刷子，这明明俩手雷呀！走吧。你怎么才来呀？我快让这小子给我弄死了都。好。走了，走了！什么？那小喽啰被人救走了？没错，就刚刚的事。那我大哥呢？果然不出二少爷所料，大少爷在天黑之后就不知所踪了。哼，我他娘的就知道是他搞的鬼。这次杀不了他，算他命大呀。这事情还得慢慢的做呀。
嘿，我说顾兆礼，你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神也是你，鬼也是你，到底怎么回事？骨头锅来喽！留一刀刚剃的羊，我把骨头全包了。瞧瞧吧，香啊！赶紧尝尝吧。怎么还吃上了？跟我解释解释，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还吃上了呢？说话呀！哎，还不是他弟弟？你是说顾兆志？钱我已经照数给你了，你总该给我点干货了吧？那是那是，给钱的都是生生父母，我哪能骗生生父母？不是，这消息可靠吗？什么叫可靠吗？那给我打探消息的，那都是江东流落在旮旯里角落里的老鼠们，那都是一手消息。我卖的这消息讲究的是诚信，绝对可靠啊。如果这事儿是真的，你小子就等着发财吧。得嘞，我等您呢。明哥，新鲜的肉包子，您来两个吧。包子就不要了。新鲜的水果，哎，谢谢明哥。拿着，花去。哎，慢走啊，明哥。来看看啊，来看看。哎，这不错。回来，明哥。好吧。怎么又让我撞见你了？啊？你说你个年纪轻轻的，天天穿成这样，在大街上瞎混什么？不知道找点活干，不知道找点活干。我也想找活，几天没吃饭了，身上没劲儿了。活该，滚蛋！回来，明哥，谢谢明哥，拿着钱去买点衣服啊。下午到这儿来找我，我给你安排点活儿。哎哎哎，谢谢！别让我看见你在搁这晃悠。是是是，这也不错的。二子，哟，明爷您来了。嘿，几天不见，又去哪儿发财了？甭废话，给爷上茶。哎，最好的。新鲜的水果，哎。看看啊，您先吃着，茶水马上就好，快点啊！来看看啊，看看，哎，这不错。二爷您来了，哎，里边请，白堂主在里边等着呢。哎，楼上请。你看这个，好吧，不能再。您慢点。顾兆志，怎么跟五合赌场的白首富讲到一块儿去了？鬼鬼祟祟的。水果，哎，来看看啊！哎，请。来看看啊！看看。哎，这不错。我就是苏烟男。哎，这个，好吧，不能再买了。这就不长了。哎，你别过来。那你帮我吃点什么？哎，明哥，嘘，你干嘛呢？过来，过来，过来。哎，别这个！你扒我衣服干嘛呀？哎，过来过来！哎呦，哎，明子哥，老板知道要骂我了，这不好啊！谢谢明子哥。进来。二位爷，您的茶。
好，二少爷，请坐。嗯。您等着，那边。哎。嗯，行了行了，出去吧。哎，有什么事儿吩咐小的啊？哟，爷，钱怎么放地上了？嗯，什么情况这是？哟，不好意思啊。什么毛病？哎呀，这一忙就乱了。这个店小二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出去他娘的也不关门呢。好，二少爷稍安勿躁，我去关啊。二少爷，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假借账目有失一事约了大少爷。嗯，是约了他到赌场，到时候我和他独处一室，我会趁机要了他的狗命，然后就借着欠债的赌徒趁乱行凶之名，嘿嘿，将他的死解释的那是清清白白。替磊阳找了吗？啊，二少爷您放心，我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好，我在顾家安身立命，拼死拼活这么多年，老爷子就因为我是庶出，一直不待见我。哼，他顾照里在我脖子上是拉屎撒尿，现在也该到我翻身的时候了。嗯，没错。所以啊，顾照里必须死，否则我永远不会有出头之日。没错，二少爷，我白首福这一生就听您的差遣了。二少爷，您答应我的那个事儿，放心啊，少不了你的。等顾照里的大权一旦落到了我的手上，南岸码头就是你的。行。着什么急呀？啊，合同我已经签名坐实了，你也不用有后顾之忧了。二少爷，您多虑了，我怎么会怀疑您呢？来喝茶啊。呸，小王八犊子。哎呀，堂主，嗯，待会儿把门给我看好了，不许任何人进来。是，听清楚了吗？明白。少爷，您怎么早到了呀？白叔，不是约的这个时候吗？白堂主，哎，这位是啊，这是我新收的小弟。他怎么看得这么眼熟啊？账本怎么样了？哦，那账的事儿，我。
营那边。这不是插入倒插的那小子吗？大哥，你把人拴在这儿，咱们怎么出去？明子，把人交给我，你先走。咱们进来的时候，大伙都看着呢，怎么走啊？大哥，你是五合堂大少爷，这也算是五合堂一堂之主，你杀人那可是大事儿啊！你赶紧走！林子，闪开！杀人了！闪开！哎呀，你别救我！快跑！闪开！走过的风浪，快乐痛苦都拿来分享，哭着笑着在一起跌跌撞撞，立下的誓约同生共死去闯荡，兄弟难当成为了过往，世事无常，各自的方向，一路荆棘坎坷，岁月的漫长，那一份情谊还是支撑的肩膀，兄弟一场一走过的地方，就算独自去闯，心里有你在身旁，这一生擦肩而过，看人来人往，我们从不会遗忘，兄弟一场一坦荡，就算过去留